大家好 ，Miss OK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欣荣。今天我们来到356丹中高中，来这里做什么呢？当然是找我们的量身定做的主持人思亮，他到了吗？我们去看一下，走。思亮，耶耶，终于找到你这里哦！来，再来看一下，这叫什么 ？Boxing and Fitness。对对对，这是 BXG 老字号了哇！老字号哦，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走，来，请进。观众朋友们看，哇，里面很多奖杯哦，真的是大有来头。问一下，这些奖杯是什么来的？这些奖杯呢，都是打泰拳赢回来的。而且有些奖牌呢，是打那个巴西柔术赢回来的。巴西柔术学生，哎，对，还有这里的老板，还有这边的教练和学生们，他们的杰作了，他的荣誉的表现，哎，非常棒的哦。泰拳巴西柔术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这边主要的就是这些，泰拳跟巴西柔术。对，泰拳跟巴西。那个最高最大那个是？那个最高最大的是，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去到泰国，新加坡跟泰国对打，所以那个是教练和这里的老板叫阿 Jordan 所赢得的，非常好。冠军。哇，真的是大有来头，冠军哦，新加坡的荣誉。走，我们再看看。好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练习的场地。看一下思亮要教我们什么，来，今天我们要学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教几样东西吧。我们先教第一个最简单的防身术的，万一什么事的话，如何去做抵挡？防身术，哇，今天我们要学防身术了。对，现在就来开始吧。好，通常防身术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跑嘛，什么事不对路的话，36计，走为上计。对，然后如果真的是万一跑不掉的话，你就要面对着那个敌人嘛，所以那时候我知道你有学那个什么咏春哈。好，考你一下，眼睛应该看哪里？眼睛看哪里？你的眼睛应该看着那个。要看清楚这个问题，其实是看男人还是看女人？你没有问的，说你是看坏人啊？看坏人手上有没有拿武器吗？看坏人手上有没有拿武器 ？OK， 那个 OK。如果是他有拿武器的话，你应该看哪里？看他武器啊。看着他的武器啊？对。为什么会要看他的武器呢？看他几次飞过来嘛。如果他哪一次大冷刀跟你飞过来啊 ？OK， 其实很不错哈。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重点是最重要，就是要当然是 aware alert， 然后 avoid， 然后 action 嘛，跑嘛哈。然后如果真的是跑不动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你不要打我，饶命啊！好啊，跑不动的话，我们就得这样站着叫，已经开始起那个三色是吗 ？Defensive 三色，要看着他，眼睛其实是要看着他的。胸口的中间的这个点，我们考看我们的金龙看看，上课啊，对啊，时间到了，金龙看着我的中心点，嗯，万一你看到这只手过来呢，你就用这个手顶，如果是下面的话就是下面顶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手呢就是这个手的工作，对吗？好，然后你在一只手顶的时候呢，一只手一定要继续这样防着，对，然后那个防着，哎，对，很好。现在你看到这个哈，我会开始快动作哦，所以观众朋友这是没经过剪接的，我马上要扁。真实的嘞，真实的。哎，对，不剪的啊、哦。等一会儿啊、哦，受伤了是来找你。好，看准哦，准备啦，感觉看着我的中心点吧，来喽，停。你看，几秒钟就搞定，整个手啊，这样拿去针灸了，这个叫软手打硬手啊，这样软掉了。你听到他声音是噼啪噼啪的，其实刚才我真的是用力去打他，所以最重要是看在他的中心点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怎么去顶那个人了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的人家问说，万一人家抓着你的手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咏春的技能啊，我们学到了，是啊，来试试看，如果抓了手应该怎么样？很好，不过有学戏的啊、哦，有学戏的就会抓一点点、啊、不过在街上，往往他抓着你的手的时候，
等你再这样去劈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劈你了咯，所以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怎么办呢？通常我们的感觉啦，因为以前当警察嘛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抓住我的手，他通常有几个动作要做，他是通常就是要就把我拉过去，要就是拉着不要给我跑，因为他要打我的，他就是可能要一巴掌给我，还是一拳给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中心点不是在这只手，我的中心点现在是看他的要打我的地方，对，所以我的专注是不管他了，因为我手已经给他停着了嘛，我不管他，我的工作是现在要小心他打我，万一他用这个拳打我的话，我就得顶掉他，我顶掉他了之后，简单嘛，猫爪会吗？顶掉之后你就猫爪就爪他的脸，这是真的，所以女生比较容易就这样，真的你要这样，女生最喜欢用这一招卡下去啊，你就要马上扎扎扎扎，我们男生可以用一招狗爪。对啊，所以你咔嚓了之后呢，然后就要往他的那个小弟弟开池塘啊，对，个 bang 哦，你就这样 boom， 所以你抓抓抓抓抓 boom， 是人都会放手的，如果他不放手的话，那他就已经不是人了。所以刚才的感觉就是，他一旦抓你，你就别去理这个手，你最重要是要担心这个，如果他打你，顶。然后砸砸砸砸砸砸，然后啪嗒啊！是人都会放手的。哎，我们第一招学的就是，我们要看中心点。中心点。OK。第二招就是，如果抓住你的手，就是要注意他的第二只手。对。他攻击来，我们就打。然后。来，我们就做猫。猫爪。来打一个拆池塘啊！我们学了两招了，今天。所以你狠狠的就这样，他这个猫爪就是这样子哦，不用什么，你这样看啊，你就这样。这样去这样抓他的脸就好了，然后一抓，然后你就下面就是膝盖直接上。如果你看到马路上那个脸有很多爪痕的，这只一定是刚刚被猫抓过的。啊，对啊、哦，所以可能各有各的学法啦。我知道我以前在学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经常这样的，说哦抓，然后去放这个手。其实，在真正的街头防身术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不去管它。在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同样的是一样啊、哦。万一有人这样擒着你的衣服。你的工作是不要去管他的这个手了，你的工作是要，因为有人说你擒着我的衣服，他会去这样，哇，把他给打开，还是哇把他打开，不然就是哇把他给拉开。其实不能，因为他在拉着我的时候，他打算做什么？他不可能要亲我嘛，嗯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可能呢，强吻呢，看他太帅了，来了，不要停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他这样拉着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去管他这个，他可能就下面就已经咚咚咚咚咚踢到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能够管，我反而要去注意他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我通常会去注意、这个、哪一个地方啊、哎、要可能要攻击我的小弟弟，所以我要小心这个地方，所以通常我要注意，对了，我要注意下面，然后我就同样的猫爪，又来猫爪，然后嘣，对了，所以照理说防身术就是要快准跟狠，而且要简单，因为那个女孩子被他抓到、啊、已经很紧张了，他们不可能去记得这么多招的，所以通常就是猫爪各施各法，最重要就是你吸收进去的、运用出来的就是你的法。对，所以你看啊，现在我们看看示范在兴隆身上。万一我是一个坏蛋，我拉着他，他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注意我的没有拉他的地方是不是会攻击他？然后一顶完了之后，他要做什么？猫爪，然后打。哎呀，又学会了哇！今天学了很多。对，我觉得这猫爪很多地方用到嘞，我们用了两次嘞。对，从今天起。每一个要留指甲，指甲多一点，爪下痕伤痕多一点哦。是的 ，OK。第四招吧。哎，好，第四招可能有时候人家问我，如果人家掐着你的脖子按在地，掐着你的脖子，然后把你按在墙上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好，问他们是这样掐脖子，给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像刚才的说法，猫爪。不错，现在在猫爪之前要注意了，因为我现在按着他的脖子哦，他第一个动作是要这样，咬着自己的牙齿，然后去用力气顶着这个颈项，因为如果他去在猫爪的时候，我就舌头已经跑出来了，所以不可以，所以我这样抓兴隆一箭发财了，到时候对，所以我在抓兴隆的时候，兴隆的第一个动作是要咬着自己的牙齿，然后这样，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猫爪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来了，猫爪，然后什么？嗯，呀，我知道了啊，一定先猫爪再来，啊，池塘就给我拆掉了，就是这样子，猫爪然后就攻击下面、我想到一招了，就是来，我们来示范一下，站在前面，是如果他来一个这样的呢，如果是这样呢， okay， 好，很好哈、哦，
通常我们刚才讲到说防身术里面一定要是 aware alert 对吗？然后 avoid，万一这个动作真的已经来的话 ，OK 好，因为你是我们可能是走在前面嘛，突然间人就从后面来跟你一招这样，跟你干。对了，万一他们在这个时候，通常你要问哈，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子掐我？他这样子掐我的原因是他要把我往后拉嘛。对，对了，所以万一有这样的情形出现，一旦你感觉到一个手的时候，你的动作是要双手马上要照顾你的喉咙，按着它，然后很快的。脖子下，然后你要快点哦，往下蹲下来，往下蹲。你因为他的手在这边哈，你一定要跨过去他的另外一边。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子，我就跨往这边，快点跨往这边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对，又被拆池塘了。对了，大力捏这边，然后跟他拉上来。对，你就这样，拉上来。对，如果是说不要的话，你这样拉他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。抱着他的脚，然后跟他一起躺下去，个嘣，摔在地上，那个就很够力。这招真的是高招，感觉一下哈。你看啊，这个我待会要叫就打九九五来了。感觉轻轻的，轻轻的。万一我是一个坏人，我在后面这样子 ，boom， 他得先做什么？对，照顾自己的脖子，然后用力下去蹲，然后跨去我的旁边，哎，抓鸡鸡，夹，对，然后要的话可以抱着我的脚，然后拉起来一起甩在地上，哇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跟他这样子跟他甩过去，所以这样的动作其实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其实有一个防卫的能力。他不知道，他按着他的弟弟的时候哈，他的尾骨已经往后翘了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一扶，他的尾骨会撞在地上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叫借用附近的那些硬的地方。又学会一招啊！原来最后面被人家袭击的时候也有这一招，对，拉下来。蹲下来，转了。如果他是用这边呢，他居然跨到另外一边。对，哦，看他用哪只手。如果用这只手，就跨这边了。如果用这只手，就跨那一边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力嘛。差不多了。对，万一如果新龙掐我这边，我跨这边的话，你看他这边还有一只手哦，我跨往这边，我其实很危险哦。所以通常是我会跨这边的话，我比较容易把他给绊倒，因为我在他的后面。我要跨这边很难，我跨这边，他这边还有一只手哦。可能搞不好还会被打到，所以跨这边会比较容易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对，而且我会跨下的马步的后面，容易把它绊倒。我们今天真的是学到很多了，尤其是女士小姐们，如果你有走暗路，你有发现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，你今天所学的就会用上。对，最好是别走暗路。我们的名字量身定做。